如果今天接的爸爸，你可以叫我重讲啊。我认为打劫的可能是非常非常多的，应该让我们台湾的喜欢打劫的朋友看到全世界，让台湾走出世界，让世界走进台湾，也让台湾的观众看到，除了中台台湾，世界有非常多样的打劫的可能性，要让全世界有权到台湾来，给予适当的刺激。所以在1993年，我就办了国际打劫节，没有想到一办的第九届就来了，因为跟人的心跳太近，周边都是打劫的素材，它可以让你做梦的地方很多，从少到老，从黑到白，从严肃到通俗，容易让人家接触的这个乐种吧。所以我觉得它才是太吸引人，是你可以严肃的看它，你可以开心的看它，你可以生气的去发泄，你可以高兴的去享受。大家就是容易的。这个是事实的。兴致很高的话，找个小酒吧来喝两杯聊聊天，让大家坐下来缓除一下一天的疲累，借那个机会去讨论，包括批评啊，包括学习。所以我一出来以后，我都希望给自己有一点这样的时间，让自己沉淀，或让自己讨论。我觉得打劫跟节奏感不是完全的相关，只要有心跳的人都会喜欢。打劫的梦想会联想到很多生活周遭、工作、学习的刺激，那没那么伟大。那最起码第一个就是进来享受，愉悦的进来，愉悦的离开。那事后会很多的回忆，这是我听完音乐会常碰到的一个例子。你做的很正确的决定。OK， 再稍微一点。这个可能机会不大了，很期待自己再帅一点。但是因为我天生丽质，没办法就瘦不下去。这次打这一节是第九节，对我来讲真的是回避心态。那么我在规划的过程，在寻找过程跟等待的过程，就真正的非常非常非常期待，因为很重要，很精彩，所以我说三次，真的不要错过。全世界要一次看到这样的演出，不可能，所以一定要掌握这次机会。因为没有心跳就 hold 不下去了嘛，你没打劫，你能活吗？主动性打劫的，主动性打劫，不过啥，来年轻一下。我不排斥谁跟我合作，人家不知道我拍过广告，国际拍电视，也有人要拍哪一回的我，我不接受啊。意思就是说我这么多人来，这方面我是开放。你刚刚讲的东西，我有兴趣。说一转身太忙了。